你们这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吗？你给他们大伙讲一讲。哎，老婆大爷，你给我们说一说吧，给我们唠叨唠叨吧。哎，给他们讲一讲吧。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。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，这可不得了啊。听见了吗？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，我进城去赶集去。回来的时候啊，这连玉天呐，哎，这道可难走了。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。这时候这个天呐，可就黑下来了，上边焦着，底下流滑，实在没法了。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。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，这个门虚掩。 我用手这么一推呀，嘎吱，这门就开了。我就紧走了两步，到了二门那儿了。哎，这二门也虚掩着，我就轻轻地推开呀，我就进去了。到了屋里头，跺跺跺跺脚，抖抖水。哎呀，可把我浇坏了！我想找个地方挠。 我这么一看呢，这帐帘落下来了，我仔细这么一看呢，这帐帘还动起来了，是忽悠忽悠，是越动越大呀。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，我往下这么一看，动我都没有了。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。哎呀，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，我就一边叩头一边捣鼓，一边叩头啊，就一边捣鼓。 我就捣鼓着，我就说了：“白毛仙姑啊，白毛仙姑啊，你可不要见怪呀！我这是被雨来了，我实在没法了，你可不要怪罪我呀。”这么一说呢，没有动静了，我就放了心了，缓了一口气呀。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，呀，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，浑身刷白呀。 是不是失误了？是啊，白毛仙姑还没来取供啊！哎呀，求求白毛仙姑多多保佑。 黄世仁，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哎呀，哎呀，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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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